大家好，我是橘子，欢迎收看本期创意黑哥，喜欢的小伙伴给关注我们。养狗狗的小伙伴不难发现这样一件事，当遇到紧急情况或者被主人呼叫时，卧着的狗狗能迅速站起身来，整个过程连一秒都不到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到，一位老外打算利用高速摄像机拍摄下狗狗起身的过程，首先找了一只德牧作为实验对象。首先，老外安抚德牧躺在地上休息，之后走到远处并立刻唤醒德牧。通过慢镜头我们可以看到，德牧用头和尾巴保持平衡，然后迅速翻转身体，前肢快速直立，接着两条后腿支撑地面，一个弹跳的功夫，狗狗就站了起来。为了保证实验的严谨性，老外又找了一只小型犬做测试。通过慢镜头下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条狗狗与德牧的起身步骤一模一样。看来所有四肢着地的动物都要比人类起身快，这是因为犬类的起身判定是身体保持直立，有一个明显的起身动作。但是这次观察也可以为仿生学机器人提供一些比较好的想法，小伙伴们认为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该视频素材来自于网络，由创意黑科剪辑制作，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